忘記居氣，睇下邊只馬出閘係爽啲啊！應該都有足夠嘅步速嘅呢場馬，因為走嘅馬都唔少嘅。好啦，黃旗已經舉起咗啦。我哋一開閘嘅時候咧，津津落到稍微慢啲啊，前面快嘅馬中間有呢只齊飛啊，響外邊仲有穩佔先機咧，內欄龍華太子啊，出邊吉利高飛快威啊。咁再見到中間咧就勝利攻略內欄馬上得勝啊，外邊就雙龍出海啦，中間咧仲見到川河首區啊，後邊嗰啲馬咧先見到天狼星啦，尾四內欄落池啦。咁啊，暫時電流三匹馬有津津落到、財進福星，咁啊同埋嗰只勁力嚟噶。好啦，過咗呢個1000米嘅段處啦，前面帶頭嘅馬匹有呢只係齊飛嘅，第二位外邊係吉利高，再後邊內欄第三就龍華太子，出邊飛快威，第五位紅帽咧仲有穩佔先機，再數後邊嘅馬白比姑馬上得勝啦，咁啊中間位置咧仲有勝利攻略啊，後邊嘅馬外邊有雙龍出海，內欄咧就係落池啊，尾五中間黃衫黃帽川河首區啊，咁啊響中外檔咧仲見到有呢只咧就津津落到天狼星啊，包咗落尾一對財進福星同埋勁力嚟噶。好啦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齊飛內欄，中間有飛快威同埋灰墨嘅吉利高啊，埋邊龍華太子亦都賺緊位噶啦，再見到中間勝利攻略已經係上咗嚟噶啦，外邊位置仲有津津落道啊，中間揾緊位雙龍出海啊，鬥到最後200多米啦，前面透出有齊飛同埋勝利攻略啊，內欄攝上嚟咧就係呢只落池啊，再見到外邊位置咧仲有呢個雙龍出海啊，鬥到最後100米啦，落池鬥緊勝利攻略啊，睇個去勢落池好啲啊，接近終點啦，落池贏馬，勝利攻略第二，第三咧就雙龍出海，第四咧就龍華太子。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攝咗喺入邊呢只樂池咧，咁啊呢場賽事咧就打開勝利之門啦。咁啊，因為呢幾場賽事演出咧都唔算話好特別，勝利攻略第二，雙龍出海應該係第三啊。手啊，好啦，咁啊見到呢一隻樂池啊喺入面坑坑埋埋咁樣捐上嚟喎，一路頂住呢個勝利攻略，結果咧出唔到頭，跑嚟三就係雙龍出海。第四咧系呢只龙华太子。啊，罗昌昌喺直路嗰个攞位都有啲论尽啊！我只马都 check 咗两次。9.624。落池。咁样喺后边啦，特登。我谂系特登想 drop back 咁样。场马咁多快马，又齐飞，又吉利高，又飞快威，又加埋双龙出海都冇咁快添啦。齐飞系放啊放啊，但系佢放到咧咪可能跑开1000啊，抢晒口啊，个口擘到啊。佢系当呢只吉利高一拍上嚟之后嘅零射啊。系啦，咁啊，马伟昌嗰只其实都好位啊，一路守住喺里边。有 cover， 但出唔到嚟。咁有情緒嘅馬咧，你喺呢啲位入邊，其實係好係壞，我都唔敢講。睇下偉達，起碼佢冇唔 set 圖啦。偉達川河首區都算係輕鬆啦，月圖而家係尾五六度啦。拍住阿樂池咯，就係喺佢外邊嗰只開始上啦，揾呢個外邊就係雙龍出海，出樽落度啦，都係衝得有限噶。今日雙龍出海後追啊！马老咗，连个跑法都变埋咁长。马上得胜系有少少挤咗，跟住嗰度系几只都挤啦，少少啦，一路咧都冇位俾只龙华太子，仲要系咁夹佢啊！嗰度喂，吴家俊系咪又有啲嘢啊？应该会啊！你夹到龙华太子，夹到吉利高，开面仲有一只俾佢硬一硬咯，应该稳占先机嚟。系啊，嗰度系只马又 hand out 啦。喂，伟大嗰只真系冇走势嘅吓。佢都冇點逼過佢添啊！之後，睇個預計派彩先啦。跑第一名9號樂池啊，導人派133.5，位置派39蚊。跑第二名6號勝利攻略，位置派26蚊。跑第三名10。